挑选自己喜爱的废弃布料后，再进行创意设计，为手作围裙带来更多温暖缤纷元素。网络社群平台携手部落客技捐款嘉义义竹教会，为当地弱势孩子打造课后去处，再次邀请十位部落客利用各种废弃布原料做成围裙，捐给当地的孩子作为手工皂工作服，传递零废弃的环保理念外，更帮助弱势孩童能习得一技之长，培养自力更生的能力。